各位你哋好啊，好多谢大家嚟到我哋 GWT 时间里面做得好开心。一月咧仲要翻咗香港啦，同我啲 business partners 一齐咧去拓展香港嘅市场啦。咁呢四个月里面咧，其实好多就向一啲前辈学习嘅。咁所以我嘅成绩咧真系托例都系唔错。咁今日咧我就要访问一位前辈啦，其中一位我成日向佢学习嘅前辈，佢嘅名咧就叫做 Alice， 佢叫做高张爱斯，中文名系 Alice 咧，就系嚟自加拿大安省多伦多。咁喺图片上边咧，见到就红色衫中间一个就系 Alice 啦。今年嘅周年晚宴啦，亦都咧被颁发咧呢个杰出嘅领导大奖嘅。喺 Alice 嘅左边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嘅 GWT 嘅主席同埋行政总裁 Ramirez 嘅 Lu， 右边咧就系、是、我哋嘅产品设计拓展部门嘅副总裁 Sanet Human 嘅。Alice， 今日好欢迎你嚟到我哋当中。Alice， 呢度系 Jenna， 多谢你今日非常之高兴可以喺度同你倾下偈。系啊，好开心啊！如喺呢个时候，你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背景啦，或者咩时候或者咩权巧合底下咧，会认识 GWT 啊？好啊，咁其实你讲得机缘巧合咧，就系好贴切啊。咁点解咧？即系一个时装设计家啦。咁我时装设计生意咧，已经即系做咗差唔多二十年啦。咁啊，咁多界嘅华裔小姐咧，旗袍都系我设计嘅噃。咁其实我对时装咧好有热爱嘅。咁但系我亦都明白到一点咧，系时装设计咧，非常之有季节性，因为热天嘅时候咧，我会好忙；冬天嘅时候咧，我可能咧坐喺度冇咩嘢做嘅。咁同埋咧，时装亦都系要用人力，系非常之要嘥好多时间落去嘅。咁所以咧，因为咁嘅原因咧，我咧就曾经咧尝试去揾过另外一个兼职嘅生意。咁於是乎咧，我又參加咗一個化妝品公司，不經不覺咧，做咗十幾年噶啦。咁過去嗰十年咧，我亦都係佢哋嘅美容督導，咁亦都係曾經咧一段時間咧好勤力咁耕耘，希望咧就可以有啲成績。咁但係咧就已經做咗咁耐嘅時間啦，但係發覺咧結果嘅唔係我心目中要嘅效果。咁喺大約兩年前，我一位好朋友咧就邀請我上嚟 GWT 聽我哋呢個演講會。咁其實我當時嘅心態咧，我就話我已經好忙嘅噃，我有一個全職生意，又有而且你講直銷咧，我已經試過啦，其實都係不過如是，好似話你唔好煩我啦。咁我亦都冇諗住去做。咁但系咧，好得意咧，好似阿 Jenna 正话所讲，神推鬼拱，或者咧巧合，我又参加咗喎。咁我谂住，个朋友叫我，算啦，俾下面佢参加啦咁。咁我参加咗之后咧，亦都喺短短嗰个零月里边咧，就邀请咗我六位身边比较熟嘅朋友，佢哋咧都有兴趣同 GWT 嘅生意，咁啊开始赚到多少钱啦，咁啊都几开心。咁但系跟住咧热天嚟啦，我咧自己个传统生意咧就变咗行。咁咧我就谂住 ，OK， 或者迟啲秋天，可能冬天嘅时候，我呢个时装生意唔忙嘅时候做生意啦。咁就系咁嘅情况之下，嗰一年嘅七月尾，突然间我收到个 message， 佢话：咦，我赚到$300。咁我就好奇怪啦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有做嘢，当然有钱赚啦；冇做嘢，于是乎咧，咁我就马上叫打电话俾我嘅其中嘅一位生意伙伴，咁就问佢点解我冇做嘢，我都会有钱赚嘅咧？咁佢咧嗰阵时佢就话俾我听，你快啲上嚟听清楚啲啦。因为点解咧？我咧就系、是、第一次咧，先至明白到乜嘢叫做永久收入，就系即系话我哋做 residual income。而呢个永久收入咧，我做其他嘅美容产品公司咧系俾唔到我嘅。翻嚟再次一次听一次，了解明白咗啦。好简单啦。我个名誉唔督到咧，马上咧我就辞咗，我就唔做啦。咁由旧年开始咧，我就所有嘅心机咧
就全部放咗喺 GWT 嘅生意裏面，大約年紀啦。咁我嘅團隊呢已經去到300人，而且呢係做得非常之開心。哇，犀利啊，唔該晒 Alice， 好精彩啊。大家啦喺荧光幕上面呢，如果我哋去下一版啦，我哋就会一啲好靚嘅相㗎。咁呢就会见到 Alice 啦，上面嗰張啦， Alice 呢同一啲嘅 business partner 啦一齊影相啦。咁仲有下面嗰張啦，今年嘅周年晚宴啦，我哋一齊食飯啦跳舞啊，玩得好好。咁呢就会见到佢同一班嘅 Asian team， 我哋嘅亞洲團隊啊一齊合照啊，仲有好多其他係從香港返嚟參加我哋周年晚宴嘅添相㗎。咁 Alice 呢，其實呢我知道呢佢做呢個 GWT 生意呢其實做得非常之成功，但唔單止係咁喎，佢呢仲幫其他 business partner 呢帶領佢哋做佢哋嘅生意啦，同埋令到佢哋都成功埋㗎喎。好似呢個嘅上年啦，2010年啦，公司亦都呢頒發咗一個嘉許獎狀俾佢啦。今年啦2011年啦，佢更加獲得一個領袖大獎。 Alice 其實佢真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领导者。他呢在2010年的年尾，我们很多的团队的人呢都回到香港拓展业务的时候呢，他都是紧守岗位的，带领着我们多伦多本地的亚洲华人团队不停地支持我们，同埋好咁就是亦都我自己啦，好想藉着一个机会呢多谢 ASCO 的。你的团队刚才都讲过啦，已经接近呢个300的人啦。咁我知道你是不止由加拿大，还有其他的团队，有其他人的，是由这个香港或者东南亚地方都有，真的很犀利，我要好好地向你学习。今天很荣幸可以和你做到这个访问，很高兴可以和你共事，因为我知道你做事真的非常认真，所以和你做的很开心。我相信你的成功大家都有目共睹了。